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阿胜。今天我们也来玩 Minecraft， 我们今天六个人又来尬掐。Hello， 嘿嘿，大家好，我是巧克力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悟星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小白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羽毛。早安呢，早安呢。今天我们六个人超级大阵仗，我们一起要来参加第三届的巧克力的恶心的便便。给我个 A， 我发给你们，天啊！给我一点，给我一点，我的心都没了。我们今天呢，六个人要一起来参加第三届 YouTube 赛车。我们这一次的阵容呢，新的菜皮巴，一个是巧皮巴，另外一个是巧皮巴。团因为上一集得第一名，所以他已经被踢出大会了。是的，傻眼。不成我的规定，哎，奇怪，我第一集的时候是不是我也跟悟星哦？好，终止，对，终止，对。哦，原来是这样子吗？没有啦，那今天没有空，所以他没有办法参加这一届的阵容啊，非常非常强大，总共我阿神、小白，还有巧克力、跟羽毛、跟悟星，还有鹿，我们六个人呢，把你觉得最有可能的人留在底下留言区告诉我们吧。那么大家准备好了吗？好了，好啊！你把我是什么声音？这张地图呢，也跟我们上一次的那张地图有点不太一样。这张地图又是另外一个作者做的另外一张地图了。有看到后面那个很大很大的恶魔吗？这个是万圣节的地图，恶魔。好，哦、我们先到前面这个地方，前面这边有可以开始的地方啊。顺带一提啊，这一次我们跑到又花的比上一次更久的时间了。上一次我们花了多久啊？2个小时。这一次我们花了3个小时。是啊，我们从晚上的7点弄到现在，现在是几点？11点，不是4个小时哎、欸，我们弄了4个小时。所以各位准备好的话，这一次有多发一颗金苹果，2颗金苹果跟有2颗金苹果猪肉，对，我是牛排。这一次呢，还有存档点，就是死掉的不会需要从头开始，所以大家就自己。就是招稳你们的 PP， 然后好，你看到今天月黑风高的样子，对不对？所以知道我们的 difficulty 要调成。哇，好的，又有怪哦。easy 好了，好不好？来喽，准备喽，三，我们先合个照啊。没有合照，高高，走啊！已经有僵尸了，就这样子啊，羊羊，好多羊羊，这什么？我没有啊，我就这边了，小心不要摔死哦。哎呦哎呦！快闪！超级痛！等一下，卡死了，要死了，卡住了！会测一下。同学有怪，复活点在哪里？小编，小编，巧克力好快！巧克力，你超我，你说快啊！看不到车尾灯了，有窟窿。完车是不是？完车！可以拿现有的。你都会有一台现有的车啊！那台现有的车，回来！快挂了！我到后先抢车，被抢车了！哇，我卡车了！卡车卡车！哎呦！他会不会回血啊？有了！吃个肉！哎，僵尸！哎，我靠！你怎么摔下去了？哇！我卡住！这个车也太烂了吧！哎！我动作为什么？快挂掉了！真的要死了！要死人了！吃牛排！可以，慢慢来！我慢慢来，怎么回事啊？哎，没事！哎，小心不要摔死哦！真的会摔！摔死的话就很糗哦！先不过线！摔死就笑死你哦！不一般啊！把我的车给炸了！再来！走旁边，冲啊！打脸！我呀！两个人摔死了！哇！太难了！下坡太多了！这个好可怕！慢慢来，没关系，下坡下面就是。慢慢来！召唤车的地方。你该摔一下了。哇！可以啊，骷髅。这可真是第一名。这可被夏勇走的比较快啊！巧克力撞掉了！巧克力没有车子用跑了是不是？对，可以。那还有车子可以用走的。直接用走的比较快。请问那个被烫死怎么办？用走的比较快。哇！他可能会摔死啊！苦力们，不要！你们冷静点！我们摔死！没事。
哎，你这是超线超猛了！谢谢超线，巧克力超线哦！不要不要，巧克力回来呀！没有没有没有，先走了先走了，没事没事，我们致敬一下，致敬父亲，致敬阿神。哦，苦力怕，没事。走走走走，苦力怕没找到人啊！路易太急了，哇，这样子超可爱的。慢慢开，下坡要慢慢开，啊，好痛，怕了，下坡要随时都要吃肉啊！引擎刹车阀，随时要下车吃下肉。哎呀哎呀，现在两个都快吃完了。你试图在演讲，试图游泳，太难了吧？你有金苹果啊，可以抗火，抗火。哇，这里还有蜘蛛啊！救命啊！你们也太快了吧！你不要把船抢走啊！看不到车尾灯啊！喂！要经过一下这种，不痛。喂！安静！我的船完了，搁浅了，搁浅了，船搁浅了。好啦，蜘蛛哎！傻眼！哇！超车超车，全部你带！站一下，站一下，站一下！吃个肉，吃个肉，千万不要搁浅哦！吃一下，多吃一下，多吃一下！不。这是超难的啦，这个超难的，超难的，浅就进去啦，可以，冲啊！哎，你怎么死了？哎，搁浅啦，走错路，走错路，妈狗！我看那是你刚传回来，智能车，哎呀，走，电动车，这个电动车声音好好听哦，我看到巧克力车尾灯了，哎。好卡好卡好卡，巧克力车尾灯，不行啊！不要摔死哦，很痛很痛，小僵尸小僵尸，好恐怖！那沿路都有敌袭啊！好，干嘛这个？卡卡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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阿神你在哪？我要走了，别走别走，跟着我们，水沟盖弯路吧！巧克力在我后面是不是啦？对，我看到巧克力车尾灯了。不行不行，我们可以搭一台啊！我卡在后面了。哎，这台有点慢了。等我们啊！等一下啦！等一下，等一下。阿神，等一等。你这样子直接搭车走了，你这样不行。阿神，我受不了啊！不要！抢车！抢车！哎，抢车！抢车！车已经抢走了。耶！头很痛，头很痛。哇！这里，阿泽，这里怎么走啊？上面有箭头啊！哇！哇！有人已经哇？怎么两个人都？等一下，那里太难的啦！不行，我的第一名啊！搁浅啊！好吧，我也挂了。哎，摔死！为什么？第一人称。哎呀！哇！我不行，好难哦，最后一条路。轮到轮到，我觉得这边真的很难。啊！后面反败。这边关键就是要稳住 ，hold 住 ，hold 住 ，hold 住。这个场面我们 hold 住。补个血，要补个血。不是有半滴血而已。吃牛肉。母亲，你在补血是不是？对。每个人都啊，要挂了。填海又填海，填岩浆海。这边会不会下来走比较快？我要死了！碎碎碎碎。什么？阿神要到了吗？妈妈来，没有，没有，没有，我的妈妈。谁做这么变态的关卡、啊？到底是谁哦？有问题啊！到底哦，快摔死！我想说，我想说，我想说，可爱哦！上一集太简单了。哎、欸，我强烈怀疑他接下来我可不可以用跳的比较好、啊。哎、欸，跑酷哦，跑酷哦！妈妈来，妈妈来，这个是怪物触手， oh、大家有看得懂吗？酷酷呢？哦，何时才可以看到你？跟上来！哇、哦啊，又掉下去了，太难了！又填岩浆海了，终点线！什么？阿神第一名了！啊！啊这里太难了！哎、欸，我跟阿神差一点点而已。哇、哦，不行，你也过去了！哇！哦，我到上面平台了。哇！你先过来了，我现在看五星 bug bug 的。哇！你过关了！啊！第一次挑战，这车子完全不行啊！后面的人来。怎么样？巧克力到哪了？巧克力到哪了？跟上了哈！我还在这边开车车啊！我看看路，太难了，真的好难。我也看下路他们。哎，慢来，慢慢来。哎，羽毛先迟得点。羽毛到了。喂，路呢？看下路。我的，慢来，这触手，这触手。到底是谁说要用机车的？机车好难走。哎，痛的。
其实我可能过得去啊，超难控，跟你讲一定要超级慢，围控围控，我们的路还在走开啦，岩浆前，这边一定要经验老道的机车手才可以。哇，小白呢？小白也在坐船了，小白也在坐船了，啊啊啊！我一直卡住，不要这样，搁浅的船啊！从我这，如果你可以技术性的让车泡岩浆，然后自己用走，啊，真的很想。哎、欸，前面有鬼吗？白痴啊！有鬼吗？哦哦，这个转弯最难了。我准备倒完了，完了，完了！前面有洞，前面有洞，还有窟窿，还有洞！哇！啊！巧克力，作者 ，I hate you。好多故宫啊！这里的点都是怪物啊 ！No， 打我，把我打死了！怪太多了，这里已经都是怪物区了，你知道吗？我们帮大家一个 fever 好不好？先来一个 P， 好，轻怪，轻怪，十、九、八，小白快点搭船，搭船，小白，我掉了，喂，别掉，嘿 ，OK， 羽毛，羽毛。哎、欸，你冷静，冷静，冷静，我很冷静。小白就坐船了，小白慢慢走到最后一个骷髅岛。哒哒哒哒哒哒。哦，这个超容易冲了，好难啊！三个骷髅岛，然后那边直接冲了，直接冲了。不行不行不行！快来！围攻太难了吧？羽毛羽毛羽毛，快过了，羽毛也快过了。加油加油！到底是什么设计呢？然后这个。我看到一直有天岩江海、欸，好痛哦！哎哎，又填海了吗？还没？没有没有没有，还在，只是显示 bug， 快摔死了 ！bug， 羽毛上来了吗？羽毛上来了、欸，羽毛看起来应该在上面。哦，对对对，那是要经验老道的骑士才可以，小心不要填洞就好了，要老司机才行。哇，羽毛第三名了！哇！慢慢来就赢了，老张慢慢来。老师，你都拿了，不要不要，赢了！哇，无法追上老司机。来又来，最后要做了，没有人来关，关心一下路。为什么你搁浅了？搁浅了，因为我死掉要从第一个开始来，所以中间为什么有啊？他都没有加油，陆加油，应该都会自动抵达了吧？耶！巧克力过了，巧克力过了，第四名，太难了，太难了，最后这个地方真的很强哎。那小白，你快来啊！你可以等一下陆。哎，不要摔死哦！陆呢？有个痛。陆怎么在这里？吃东西，加油，陆！陆，留下这也可以吃，留下这也可以吃。好。哎，路歪掉了，左边左边错了，路上山，你为什么会迷路？上山，左边左边左边，往上往上往上爬，对对对对对对，猴石火把，我看你前真的没有在现实中迷路啊，没有，现实为什么？前方可以直接填海，冲下去就对了，填海，哎，没有填海，你可以直接冲下去，你看下面一大堆车，对啊。还有最后一个就是你的，不是那台，不是那台，不是那台，耶！硬要变泡水车，小白呢？小白呢？一大堆填海车，我的那个效果消不掉啊，那个燃烧，你蹲一下，蹲一下，效果哦，没有，那只是显示嘛，对不对？对对对对，我刚刚也是，它就是会烧。路，你终于要来到最后的梦魇区了，你来了，相信你也是老司机，你可以做到的。小白冲啊！老司机挑战，不行，我要慢慢来。啊，路上啊！你在那么急就停。小白好顺，小白好顺哦。哦哦，讲的小白是老司机，不要掉下去哦。僵尸，这有点顺。哇，我走，路快走。OK， 鼓励吧，鼓励吧，爆爆爆爆，没事没事。啊，小白要过了。小白，小白抵达了啊！太过了！哇，最后路慢慢来，这次啊，有没有？从那边开始，小心僵尸！叫台车，叫台车，叫台车，直接走了，走走走，直接走路，够够，慢慢来，慢慢来，这边都会扣血，慢慢来，慢慢来，你可以慢慢来，足够哦。你快与慢都是最后很慢慢来。这个地方每个人都要死个几次呢？真的真的很难呢，超难的，超难。
陆加油！来的，干巴的。嗯嗯嗯，我看陆天开，小心，应该没事，应该没事，应该还在上面。哦，这个地方比较难跳哦。对，超难的。加油，可以帮你补血，好可爱哦。哎、欸，可以，哦、有成功一半了，不客气，成功一半了，你慢慢走。我不要帮你放个抗火、啊，这样会不会死不了？不行，这抗火不能有，抗火就要跑酷嘞。对，这样。如果第一次直接过关的话，算是一两次就过关的人、欸，第二次就过了、欸哦、就说这个轨道是老司机的轨道，轨道强啊！我觉得这个真的下来跑酷还比较好啊，路好强啊！不愧是老哎哎路路不见了，可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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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哎呀，那是显示 bug， 显示的 bug， 他在那里他在那里，哇过完了、欸，哇，第二次尝试就成功，原来是哈利波特，直接冲了，直接冲了，哇，这是老司机，真的啊，这是今天的 MVP 吧，后面这条路。滑最少，其实你也是个老司机哦，很厉害哦。是这样子。Alright， 今天的 YouTube 第三届赛车杯由我拿下第一名，由欧星拿下第二名，由羽毛拿下第三名。巧克力，下一届你还想要来吗？都是老司机，我杜绝老司机。我们带你一起变成老司机，我不会上车。如果你们喜欢今天这集阿妹手的话，别忘了可以留下一个。大家喜欢，那我们今天我看一下，我们今天可不可以突破15000个喜欢，超级超级高的数字，我们就会有第，好像绿光，我们就会有第四届的 YouTuber 赛车杯玩给爆我们看，我们下一节中 ，See you guys， 拜拜。